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唐鱼。今天分享的是关于焦虑。人生就是在焦虑中学会成长，学会与焦虑和解，最后去超越焦虑。因为很多事你会发现焦虑是于事无补的。如果担心现在才开始焦虑，会不会太晚了些？不妨这样想，如果现在还不开始，那永远都会停滞不前。如果从现在开始，可能会慢一点，迟一点，但是总有一天你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。某些东西，当你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，恰恰是最早的时候。